先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您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感谢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恳求您将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赞美，通过我们的祷告能够获得感动，希望大家圣灵充满，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이거 이미